好，现在时间到了。请大家把那个执照号和你们的名字送到刚才已经传上来的那个 email address，否则的话呢，拿不到学分。请后台的话呢，把这个你的 email 的话呢，再传到我们的 chat 里面，everybody。这样的话呢，大家就可以拿到你的 email address，好吧？谢谢。好的，各位医师，大家好。今天我们美国中医工会呢，很荣幸的邀请到了贾振华教授，给我们介绍系统构建络病理论体系。贾教授呢，是中华中医药学会络病分会的主任委员，是络病学科研究领域的领军人才。他现任河北乙陵医院的院长。刚才呢，在讲座以前，我与贾教授呢做了一个小小的网上的沟通，对这个络病理论的发生、发展和成熟有了一个深刻的了解。所以呢，络病理论呢，它可以说是理论构架的框架的构建呢，可以追溯到《黄帝内经》。到了清代叶天士的《临证医案指南》，明确了久病入络、久痛入络，这是为我们络病理论的话呢，提供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依据。到了80年代以后呢，以吴以林院士为代表呢，将这络病理论呢进一步的完善，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可以说，络病理论呢是一个既古老而又有新鲜创新的理论，并且呢，这一理论呢现在已经写入了大陆的本科中西结合的教材。络病理论这个专著的话呢，也进入了硕士研究生的选修的课程。以络病理论体系支撑的乙陵医药集团，目前呢已经生产出了11个药字批号的中成药，这在我们国内呢中药领域呢是一个处于领先的行业，非常多的了，已经11个药字批号的中成药，而且7个呢进入了健保。其中的话，莲花清瘟胶囊在这场抗击疫情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被海内外广大的病人和医师广为认识。目前，莲花清瘟胶囊呢在国内销售就达到了50个亿。他们目前，乙陵药业呢，正在积极的开发，现在还在开发有关集脂、慢脂这些等等呼吸系统的这些特效药，并积极的拓展新冠后遗症药物的研制工作。他们已经在这个心脑血管的药物和糖尿病代谢这些等等的这些领域呢，都在进一步的做了很多大量的工作。下面呢，就允许我把时间交给贾教授，请他呢给我们大家介绍他们医院、他们企业、他们这个整个理论这个集团的研究的详情。讲座时间呢是1个小时，贾教授会在最后回答大家感兴趣的问题，请大家也把问题呢写在 chat 里面。最后呢，他会做一个详尽的回答。好的，谢谢大家，请贾教授，请你现在请你介绍，谢谢。感谢美国中医工会的邀请，也感谢刚才胡军教授所做的介绍。尊敬的美国中医工会的各位专家、各位老师，很荣幸能有这个时间与各位专家来沟通交流一下，
我们围绕着络病理论体系构建所做的一些具体的工作的一些进展。应当说，这是吴威灵院士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致力的一个学术研究领域。他的理论的这个源头可以上溯到2000多年之前的《黄帝内经》啊，怎么了？嗯，过去节目您这边没有，随便可以请稍等。然后东汉张仲景把《内经》的络病理论首次的应用到临床当中，啊，然后再到清代叶天士明确提出久病入络、久痛入络，把它发展成一个中医的病机理论，啊，但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一个现状，就是在中医学2000多年的发展历史过程当中，络病理论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和深入研究。相比于中医的气血、经脉、脏腑这些理论学说而言，络病理论体系始终是散在的一个论述状态。所以从上个世纪80年代，当然这里包括吴院士，还包括我们国内众多的专家的大家的共同努力，把一个系统的络病理论体系把它建立起来，形成了一个中医学指导多种难治性疾病治疗的一个辨证论治的方法。然后从2005年之后，这是由两个九七三十年的一个以中医为主体多学科专家共同参与的一个研究过程，就围绕着络病学其中的一个学科分支脉络学说来开展系统研究，形成脉络学说指导血管病变的防治，在心脑血管疾病这些重大疾病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另外一个就刚才讲的，这是类似我们现在面临的新冠，还有2009年的甲流，包括2003年的 SARS， 就是进入新世纪之后这些新发病毒引起来的呼吸系统公共卫生事件，对人类健康造成了重大威胁。但从络病这个角度来说，除了久病入络，相对的我们还有一个新病入络，就是指导这些外感温热病的这个传变规律研究。这里边代表性的有莲花清瘟，包括我们最近上市的莲花清咳，这是在呼吸系统疾病当中络病理论的一个具体的应用。因为今天交流的时间有限，只能是择其概要，选择其中重点的跟各位专家做一个线上的交流，当然在这次交流会之后，我们还有多种方式，更多的时间，可以围绕着络病理论展开系统的这个探讨。对，怎么样来评价就是络病理论在当代的这个创新发展，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过去的2000多年中药学科的一个发展历史，实际上它体现了一个明显的特征，以学术发展为主线，我们说秦汉时期这是奠定了理论和临床政治的基础，金元四大家各唱其说，中医学派开始出现，一支门户始于金元，然后再到明清，这是温病学派的崛起和形成，再一个特征就是理论和临床紧密结合，我们现在这个建国之后的这种中医教育，实际上更多的是越来越参照西医学科的这个教育体系，把理论和临床分开了，实际上这个是不符合中医历史上的这种规律的，
我们不知道张仲景是搞基础的还是搞理论的，是吧？但是按照现在的这种学科，它是偏重于，我把它偏重于，虽然临床基础还是偏重于基础学科当中。再一个特征就是医学和药学不可分，是吧？医药不分，是吧？我们说李时珍是写了《本草纲目》，著名的中药学家，但同时还写了《冰湖脉学》，脉学的专著，还是明代的御医，啊，那当然他这个临床基础、临床功底也是非常高的。啊，而我们现在医学和药学，现在搞医的不懂药，搞药的又不懂中医，啊，药学就是完全按照那种分析，是吧？提取、鉴定，是吧？找这种单体化合物，找有效成分的这种思路，实际上是按照化药的这个研究思路来展开的，啊，再就是开放兼收，促进发展。包括我们现在在中医理论体系构建过程当中，我们现在还离不开的阴阳五行学说，是吧？气论学说，这些原来都是哲学的工具，但是很好的被吸收到中医理论体系的构建当中。而在当代我们更面临一个这样的一些问题，怎么样把现代的多学科的研究进展、研究成果为中医理论体系的传承发展所用，啊，这个是当务之急呀，啊，所以现在应当讲，我们中医学在21世纪之后，相对来说还是处在一个学术发展的低谷时期，啊，但同时在21世纪，这些现代科技条件，啊，包括我们原来由还原分析向整体系统来回归，啊，这样一个大的这种生命科学当中的这个学科发展趋势，如果中医学能够抓住，那有可能在新的世纪迎来一个另外一个新的发展的高峰，啊，所以这个是中医学在过去2000多年在形成的这个历史发展的这种特征，对我们在当代推动中药学术发展的一个借鉴和启示。所以回顾在最近100年这个生命科学的这种发展，实际上我们还是受到了西风东渐的影响，就是以西方的这个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这种科技和产业发展产生的以还原论为主导的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冲击，包括中药的冲击。100年前的这种五四运动，这就是一个代表性的要引进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来发展中国。所以五四运动的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这种旗手啊，代表性的人物啊，他们实际上都是或多或少是持否定中医的观点的，鲁迅就说中医是或多或少的骗子，然后胡适有一句代表性的话，是吧？西医治不好你的病，但是西医说清楚了，所以西医是科学的，中医治好了你的病，但是他说不清，所以它依然是不科学的。我们看可以看到100年前的胡适说的这句话，在当代还有不少的专家学者，对中医也是持有这样的这种观点和否定的态度，但是进入新的世纪之后，大家又可以看到，又有一个东风西渐的过程，西医学用还原论的这种思维把人体越分越细，但是也没有从根本上来说清楚，是吧？生命的规律还有疾病发展的原因，在一些重大疾病当中也没有取得一个根本性的突破，所以他现在也在由
这种还原分析向整体系统的方向去回归去。西方一个专门搞复杂系统的一个专家就提出来了，复杂系统的这种研究生命科学的这种规律或许应该要向东方文化当中去学习，去找研究的灵感和思路。我们国家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说了这么一句话，中医的现代化可能引起医学的革命，而医学的革命可能要引起整个科学的革命，我们可能不太理解。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中医我们讲气，其中有一种气代表性的是因为运行于血管内的营气，发挥着维持血脉的和血液之间的这种平衡，推动血液正常的运行的作用。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随着一氧化氮的发现，对血管内皮功能重新又做了一个不同的这种认识，原来就是认为就是单纯的屏障功能，但是现在认为它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器官，可以分泌好多个血管活性物质。所以这个跟中医所说的这种营气的这种作用，行于脉内，维持血液的运行，维持血液和血管之间的平衡作用，这是相吻合的。但是如果这个发现最早是由中医主导，这个思路最早是从中医产生，那它所带来的这种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一个用活血化瘀治疗冠心病，但是随着阿司匹林这个二级预防作用对减少心梗包括其他心脑血管事件的这些结果带来了整个这个冠心病治疗的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变革。如果这个最早是由中医我们基于活血化瘀活血化瘀药物的这种药理能提出来，那应当说又是完全不同的这种影响。所以在中医的理论体系当中蕴含着可能会引起这个医学革命的一些思路思维方法。那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中医的原创思维和现代的科技形成一个紧密的这种结合，在推动整个生命科学防治上产生一些革命性的一些成果，这是我们在当代中医药学应当坚持的这种方向，所以现在国内开始提这种整体医学，应当是吸取了西医的还原分析和中医的整体辩证两者之间的这种优势，最终形成一个朝向未来医学发展方向的一个新的医学学科，不同于现在的西医，也不同于现在的中医。所以在这个中医的这种辩证论治，这是核心，也是中药转化的几个关键的四个关键环节，理法和方药。我们是主张在理法和方药上要加强原创的成果的这种创新，因为毕竟这个理和法，这是这种方药组方原创和药物选择的这个前提，我们现在讲这个借鉴一个药物学家提出来的，在化药这个生产过程当中，他认为好的药物不是生产出来的，好的药物是设计出来的，在分子结构这个阶段进行设计是决定后边这个药有没有疗效，安全性有没有保障的这种关键。而我们在下游当中所用的这种 GMP 相关的这种生产过程生产环节的这种控制，只是起到一个辅助作用。同样的，在中药的这种这个有效药物的这个研发过程当中，还是要注重上游理法研究，通过理论结合着重大疾病
做理论创新、治法创新，啊，然后在这个前提之下，再进行药物不同的这种选择，啊，但是现在普遍存在一个轻理法、重方药的这么一个倾向，啊，这也是当前我们在中医的这种组方研究过程当中啊，突出表现出来的理论创新不足，啊，一些中药研发低水平重复，啊，这么一个现状。所以到了后期真正上市之后，啊，临床疗效难以得到提高和保障。所以现在转入我们这次报告的这种正题，就是关于络病研究。啊，络病的这个概念，实际上我们学中医的都知道的一句话就是久病入络，这个就是清代叶天士首先提出来的。啊，所以基于这四个字儿，我们在临床上碰到的病程比较长的、疼痛反复发作、千言难愈的这类疾病，实际上都可以归到中医络病的范畴。虽然它带着一个病字，但是实际上它是包含了我们临床多种重大疾病在里面，啊，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心脑血管病、肿瘤、糖尿病，这些对我们人类健康造成重大威胁的这些慢病，应当说都是符合久病入络的络病的发展传变规律的，所以应当也是可以归到中医络病范畴。啊，除了这些内伤疑难杂病之外，还在外感温热病当中也存在一个心病入络的一个课题，啊，因为疾病的病程久暂它是相对的嘛，啊，而络病的这种发展它实际上是离不开中医经脉理论包括经络学说的这种发展的，啊，最早的这种经脉学的这种专著就是帛书经脉，但是它没有出现经字，啊，只是用独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啊，但是我们现在来看这里所说的脉的这种循行和内经所提出来的有些十二经脉的这种循行有好多是重合的，所以这里的这个脉实际上是代表的经的概念，啊，然后到了黄帝内经，这是系统建立了经脉理论，啊，提出了经脉、经络、血脉、络脉，啊，这些概念，啊，而在内经这个经脉理论形成过程当中，啊，应当说也是存在一些概念之间内核和外延不是太清晰，但是也有一个我们讲的一个趋向，就是经逐渐向精气运行的通道这个概念来转移，而脉则重点向运行血液和血脉的这种通道去转移去，是吧？这就是说有一个经脉概念的一个分离的一个现象，在《黄帝内经》构建这个经脉理论经络学说过程当中，啊，当然伴随着这个经脉理论的这种构建，络脉、络病这些相关的概念在《内经》当中也首先提出来了，啊，并且记录了一些早期的通络治疗的方法，但是还是以针刺为主，啊，应当说奠定了这个络病理论的理论基础。然后到了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啊，虽然没有在《伤寒杂病论》全书当中没有明确提及络病概念的，啊，但是张仲景 创立的几个代表性的这种方药，后世认为这是通络治疗的祖方，包括治疗肝浊的玄附化汤，啊，还有大黄蛰虫丸和鳖甲煎白，啊，实际上张仲景是把内经的络病理论首次应用到临床当中，啊，开创了络病的临床政治的基础。然后到了清代叶天士明确提出久病入络、久痛入络，把络病发展成中医学的病机概念，啊，并且在张仲景通络治疗药物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络病的治疗方药，是吧？应当说对络病理论的这种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但是也有一个现状不可回避啊，就是络脉和络病并没有随着中医的气血、脏腑、经脉这些理论学说而发展建成，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所以清代瑜伽言提出来十二经脉前乾论之详矣，而络脉则谓之极亦缺点也，认为络脉是十二经脉当中缺失的一部分。叶天士更明确提出辨阅医药未尝说及络病啊，亦不知络脉之法，所谓愈究愈穷嘛。所以这就是络病理论一个历史发展的一个源流和现状啊。所以从后边这两个医家的这些论述上啊，也提示我们络病是历史留给我们当代的一个重大课题啊。所以我们把这个络病的这个历史发展称之为三个里程碑啊。第一个里程碑就是《内经》奠定了络病的理论基础啊，就是包括在《足痹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啊，这些早期经脉论述的这个基础上啊，形成了系统的经脉理论啊，提出了络脉和络病的概念啊，首次论述了络病的治疗方法，奠定了络病学说的理论基础。然后到了东汉张仲景奠定了络病政治的基础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后来是分成了伤寒和金匮一个论述重点论述外感闷热病的六经辨证，一个论述内伤疑难杂病的脏腑辨证但是《金匮要略》的首篇《脏腑经络先后病脉篇》，有的专家考证认为这应当是张仲景所撰写的《伤寒杂病论》全书的首篇因为他有这种概论和序言的这种写作风格我们可以从这个篇名上可以进行进一步的这种分析脏腑经络这是空间的这种概念所以张仲景以这个分别基于脏腑提出了脏腑辨证经脉有六经辨证而络在张仲景的这个伤寒杂病论当中就刚才我说的没有提及络病的概念但是提出来的络病治疗的方药治疗干浊的玄附花汤这个用玄附花它是降气祛痰青葱管是辛温通络辛降是活血通络的所以后世的这种辛味通络还有活血通络应当说就是从玄附花汤当中的这种用药得到启迪的而大黄蛰虫丸和变下煎丸当中集中应用的这种虫类的通络药物后世叶天士更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这个是通络治疗的这种组方案所以这个络病政治在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当中实际上是微露端倪开创了这种用药物来治疗络病的先河然后第三个里程碑就是到了清代叶天士叶天士对伤寒杂病论当中用这个虫类通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仲景与劳伤血痹诸法通络方法每取虫蚁迅速飞肿诸灵飞者生走者降血无凝浊气可宣动与攻击除奸突入脏腑者有见因为用这种虫类通络走络脉的这些药物与在一般的针对脏腑的这些药物有明显的这种区别然后叶天士明确提出了久病入络久痛入络这脍炙人口的这八个字把络病正式发展成中医学的病机概念然后在《临证指南医案》当中又记载了络病的不同的这种病理表现还有临床表现发展了络病的治疗药物提出了络以心为泻的这种观点
共建了左翼新疆，创立了新卫通络，还有络区通补这些络病治疗的这种方法，啊。但是虽然有这个三个里程碑的这种发展，但是我觉得说的就是清代这两个医家的这两句话，实际上在把过去2000多年中医络病学说发展的一个现状做了一个精辟的一个论述，啊，所以它也成为应当说是历史留给我们当代的一个重大的课题。然后在叶天士和俞家言之后，这大概又是几百年的这个时间，啊，络病理论在当代的这种发展，我们把它概括成这么几个阶段，一个是在2000年之前，大概是80年代之后，2000年之前，这个主要是文献整理和临床研究，啊，对《内经》当中，啊，包括叶天士《临证指南验》当中，这个关于络脉的论述，啊，通络治疗的一些验案的一些总结，啊，当然在这个期间，威灵院是首先用这个络病理论来指导心脑血管病的治疗，结合着通心络，啊，这个新药的这种研发上市，出版了《中医络病学说与心脑血管病》，啊，这也应当说是在心脑血管病这个具体的这种疾病上，对他的这种络病政治规律做了初步的探讨，啊，然后在2000年到2005年，这是络病理论、络病政治形成的一个关键时期，应当说有在过去大概这20多年，啊，这种不同学科专家，啊，大家所做的研究的一个贡献，啊，使它由一个系统散在的一个理论体系，具备了形成一个系统的络病政治体系的这个条件，啊，所以在2004年，威灵院士主持的络病理论及其应用研究这个课题，啊，通过了国家中药管理局组织的专家论证，认为在中医学术发展史上首次系统了形成了系统的络病理论，初步建立了络病政治，为络病学学科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出版了络病学的专著，啊，并且创建了各级的络病分会，啊，创建了中医络病学的新学科，啊，然后在2006年到2012年，这是有两个国家973计划项目的这个实施，围绕着络病学其中的一个学科分支脉络学说，啊，在探讨这种血管病变当中的络病政治规律，并且取得了重大的这种进展，啊，出版了脉络论专著，啊，然后12年之后又系围绕着其中另外一个分支气络构建了气络学说，出版了气络论专著，啊，这样从理论体系的这种构建上，应当说这三部专著三足鼎立，啊，形成了系统的络病理论。所以络病学这是关于整个络病政治的这个理论体系构建的，气络和脉络是针对其中的学科分支之一，啊，气络学说重点是在探讨神经内分泌免疫性疾病当中的络病政治规律，脉络学说重点是探讨这个血管病变当中的络病政治规律，啊，所以有气络论、脉络论，啊，当然这个络病学又改编成了教材，这是整个络病理论框架体系的构建情况。当然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我们是一个是络病理论紧密结合临床，另外一个促进成果的转化，所以从2000年到2019年，啊，我们大概总共荣获了6项国家科技奖励，其中2019年这个是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脉络学说构建指导微血管病变防治，啊，那这里边其还有大概
有五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一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啊，可以说我这个络并理论应当说是我们国家建国之后，啊，围绕着这个理论创新，啊，一个是创新性最强，另外一个也是成果最丰富，啊，这么一个代表性的学术研究领域。所以我们重点先探讨一下络并政治。怎么回事？当然这个络并政治是围绕着络并的症候类型、辩证方法、治疗原则、还有药物分类、治法方药等等。另外在络并政治构建过程当中，我们结合了一些具体的难治性疾病的中医的病机干预策略和有效组方的系统研究，所以这项研究也获得了06年的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建立这个络并政治之后，整体又分成了两个学科分支方向，一个是气络学说，再一个是脉络学说。所以在这个络并的这个政治体系构建过程当中，面临的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要把人体的这种络脉要把它说清，所以这样从这里来切入，这是提出了一个络并研究的理论框架，三维立体网络系统，从络脉和经脉的时空差异性来研究络脉的功能、络并的发病、病机、辩证和治疗，进而建立起来了系统的络并政治体系。三维立体网络系统是从空间、时间和功能，来研究人体的络脉的分布，还有络脉的这个功能。从络脉的这种空间概念来说，首先它有网络层次，大的称之为经脉，从经脉又依次分出别络、细络、缠络、孙络，这些在古代文献当中都有明确的论述，并且对这种不同分支的这种数量也做了大概的这种推测，我们根据古人所说的这个数量给它一乘，最后到末端的这种孙络大概是160亿根的，我们现在微循环这个数量据研究现在是300到400亿，所以在百亿级的层次上，这个孙络至少和微循环这个概念是接近的，另外一个，这些网状分布的这种络脉在空间位置上也有它的分布的这种规律，前而在外的称之为阳络，深而在内与脏腑结合在一起的称之为阴络，所以阳络和阴络这个概念在明代张景岳的《类经》当中就已经提出来了，叶天士更明确提出阴络来脏腑立下之络，认为阴络和脏腑的这种功能已经形成了一个紧密的一个联系，所以我们说的这个络脉的这种空间概念对指导临床辩证组方有什么价值？我们讲在《灵枢·百病十生篇》上提出来了这个虚邪众人，外邪侵袭人体，首先传射于络脉，实际上是前而在外的阳络，再流而不去，传射于经，到了经脉，再激流而不去，吸而成积，或着孙脉，或着络脉，又到了络脉，应当说是到了体内脏腑阴络。中医学把这种外感性的这种疾病都称之为外感温热病的范畴，包括03年的 SARS、 09年的甲流，还有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新冠，所以它应当遵循这种从阳络到经脉再到阴络的这么一个传变规律，而这样一个传变规律又符合叶天士所说的初为气节在经，久则血上入络的这么一个外感热病的这种传变规律，
实际上叶天士创立了外感温热病的胃气营血辩证，而这个胃气营血的辩证创建应当也吸取了叶天士所提出来的久病入络的络病的这种传变的思维理念啊。所以在临证指南医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提出来的热邪湿邪皆气也，邪属无形先着气，但无形之邪久炎必之有形，由气入血一定理也啊。这就是把初为气节在经到早期在阳络经脉这一阶段，久则血上入络传到脏腑阴络，这个传变规律是说清楚的啊。叶天士更明确提出虚入温邪逼通肺络逆传心包络当中，就是用络脉的这种脏腑阴络的这种概念来解释外感温邪它的这种传变规律啊。所以我们说的在外感温热病当中广义的发生在各个脏腑的传染性疾病应当都符合这些这种传变规律，就是我们讲的心病入络啊。但是狭义的更多的是在肺络，就是呼吸系统的这种传染性疾病当中，这是对我们健康威胁最大的，也是我们需要我们重点去探讨的。当然中医对这类的这种疫病具有丰富的这种临床实践和理论总结啊。从西汉大概到清末，有记载的这种大的疫病流行在我们国家都发生过300多次，平均大概每6年发生一次。这个发生频率与最近20年呼吸系统传染病爆发的这种频率基本是一致的。03年的 SARS, 09年的甲流，12年的 MERS, 还有我们现在正在传播流行的新冠，是吧？但这是形成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还有一些新发的是在局部，没有形成，是吧？从物传人，啊，没有形成这种大的这种传播流行的，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西汉到清末，中国的人口还是保持了一个持续的增长，啊，这和在欧洲啊一次大的这种疫病。几乎把整个全欧洲的人口啊都造成影响啊。一个黑死病当时欧洲1/3的人口啊受到了损失啊。和这个应当跟我们国家来对照，应当说中医中药在这个抗击疫病过程当中是发挥了它重要的历史作用的啊。我们再看看这个古人给我们传下来的这种代表性的著作啊，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明代吴又可的《瘟疫论》，还有清代《温病条辨》，啊，这些著作，这些相关的著者，在自述当中都叙述了，在这个成书的这个历史时期都有大的这种疫病流行，啊，张仲景写《伤寒杂病论》的原因是什么呀？就是他家族当中。大概有10年之内50%的人死于伤寒，啊，基于这个才发奋，啊，吸取了历代医家当时历代医家的这种学术思想，撰成了《伤寒杂病论》，啊，所以中医不光有抗疫的实践，更重要的是把这些实践上升到理论层面上，形成了代表性的理论著作，啊，而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些新发的这种传染病，我们古人当时是没有这种病毒的这种检测工具的，也没有这个条件啊。但是它形成的基于辨证论治的这些方法啊，应当说对这些新发传染病具有先发应用优势。我们这次新冠应当就给我们这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示。当然现在我们等了1年，疫苗开始陆陆续续被获批临床应用，啊，但是在疫情爆发初期，实际上是我们急需一个能够迅速用于疫情防控的一个有效的治疗药物，而这恰恰是中医中药发挥作用的一个关键，啊，在这次武汉抗疫当中，我们在应当说中医中药在早期介入，啊，针对一些轻型、普通型上，啊，这些新冠患者的这种防控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控制疫情
应当说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所以当时在03年结合着 SARS 的爆发流行和流感是吧，这类传染性疾病的这种防治，我们用络病理论，络脉的这种空间位置，阳络、经脉、阴络是吧，来探讨 SARS 流感的这种传变规律啊，应当说往往这类疾病特别是 SARS 表现为一个早中期的一个胃气同病啊，同时又容易迅速传变到这种脏腑阴络，特别是肺络，引起呼吸功能的这种衰竭。所以在这类疾病治疗上体现一个积极干预，胃气同治，表里双解，先症用药，截断病势，整体调节，多靶治疗。基于这个积极干预的治疗策略，研制了莲花清瘟胶囊、银翘散、麻杏石甘汤，这是一个伤寒论还有温病调变的两个代表性的方药，体现胃气同治，表里双解。又吸取了明代瘟疫论治疗疫病用大黄的经验，通腑泻肺，同时发挥先症用药截断病势的作用，用红景天清肺化瘀调节免疫。在03年 SARS 爆发流行期间，是被中国的药监局通过绿色通道，这是获批的唯一一个中成药。然后开展的这种药效学研究也证实它对这个病毒类呼吸系统传染病具有系统干预作用。黄埔抗病毒包括 SARS、MERS、EV71 还有甲流 H1N1、H3N2 包括我们现在这种新冠都具有这种对病毒都具有抑制或杀灭作用。再一个就抑菌抗炎，退热止咳化痰，这有助于缓解症状调节免疫，提高抗病康复能力的作用09年的时候开展了一个随机双盲多中心的治疗甲型 H1N1 流感的循证医学研究，这是跟西药达菲来做对照可以看到它在核酸转阴时间上和达菲是相当，在体温起效及体温缓解时间上优于达菲在咳嗽、咽痛、乏力这些症状改善上也优于达菲还有一个就是价格的优势，这莲花清瘟一个疗程下来仅仅相当于达菲的1/8所以它的这种综合治疗甲流综合干预优势它是优于达菲的然后在这次新冠期间，我们从细胞动物临床也开展了系列的这种研究要获取了莲花清瘟治疗新冠肺炎的一个证据链，所以它对这个体外实验研究上它有抗病毒和抗炎的双重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它对一个是体外直接抑制这种 SARS-CoV-2 病毒活性的作用，另外一个对这个病毒侵袭人体进入细胞包括在细胞之内的这种复制等等都有这种不同程度的这种抑制作用更重要的是能够抑制病毒感染细胞之后炎症因子的过度释放。你那个屏幕显示哪一个？显示这个，那个显示不出来。在动物实验上对这个 SARS-CoV-2 感染的这个转基因这个小鼠可以抑制小鼠体重的下降，改善肺部的炎症损伤。然后开展了一个284例随机对照多中心的一个临床研究因为考虑到当时这是正是中国国内疫情最严峻的时候，所以我们在出于对受试者的这种保护这个角度没有设置盲防所以都是一个但是坚持了这种随机对照的这个原则，两组都给他常规治疗，这是结合中国国内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当中的这个支持和对症治疗
啊，另外一组给予了莲花清瘟，治疗疗程是两周。我们可以看到，加用莲花清瘟之后，可以提高咳嗽、发热、乏力这些新冠肺炎最主要的症状的消失率，缩短临床症状持续的时间，明显提高肺部影像学的好转比例，就改善肺部的炎症表现，进而提高临床治愈率。在降低转重症率上，这个家用莲花清瘟胶囊这一组的比常规治疗组下降了 50%， 但是因为可能样本量的原因吧，这里没有出来统计学的差异，但是这个趋势是很明显的。另外一个，实验期间没有出现与受试药物相关的严重的不良反应。然后当时在这个新冠肺炎爆发流行期间，我们除了做了一个确诊患者，还针对疑似患者开展了一个随机对照多中心的临床研究，也同样显示它可以缓解这些主要症状的持续时间，还有提高它的消失率，进而提高临床治愈率。这项研究应当说对我们目前我们可能会面临流感、感冒、新冠肺炎这种交互影响的意义是非常大的，同时也恰恰是复方中药它的一个作用的特点和优势。我可以不必明确，或者不需要首先明确它到底是哪种病毒引起来的，只要有相类似的这种症状，我就可以用中医中药来进行干预。所以这一篇基础研究的文章和临床研究的文章都是在国际上首次发表的中药治疗新冠肺炎的研究成果，也推动中国国家的药监局批准莲花清瘟增加轻型普通型新冠肺炎的适应症，然后列入了我们国家这个防控疫情中药的重大成果三方三药的代表性药物，但在同类品种当中点击率和关注度都是最高的。然后国内的这种相关的科研院所也利用网络药理学来揭示了莲花清瘟治疗新冠肺炎的一个系统干预作用，抗病毒、抗炎、免疫调节这些多成分、多靶点、多途径的这些干预作用。所以莲花清瘟，这是这个疫情，这是持续近一年，所以随着一些西医这种抗病毒药物研究结果的陆续公布，实际上恰恰又反过头来对我们来重新认识和评价莲花清瘟的这种干预作用的价值，有重要的这种比较意义。我们可以看到氯喹和瑞德西韦这种相关的研究，这是针对病毒去的，但是氯喹虽然缩短了病毒核酸转阴的时间，但是在缩短住院时间没有差异。另外在改善症状上，我看了它相关的研究报道，仅仅是对发热一个症状有效，对其他相关的症状改善作用并不明显。瑞德西韦在重症患者身上是缩短了临床恢复的时间，但是没有降低死亡率，所以对重症患者最主要的指标就是死亡率。所以美国的一个国立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一个专家他就提出来，所以针对这类的这种新冠肺炎仅仅使用抗病毒药治疗是不够的。最近又推出一个瑞德西韦，这是抗病毒和抗炎一个抗体药物，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在一起应用，应当说表现出来了较好的这种效果。而我们莲花清瘟所做的一个是针对病毒有抗病毒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抗炎还有免疫调节作用，所以这也是它能够发挥一个很好的临床疗效的一个作用基础。在国内，在中国国内这次疫情防控期间，这列入了国家和20个省的诊疗方案的推荐用药，在湖北疫区
这个定点收治医院广泛应用。然后疫区医院临床总结啊，这应当是不同的这种医院的这种专家在应用莲花清瘟过程当中对临床应用的情况进行了这个不同的总结，也证实其疗效是确切的。然后这个莲花清瘟的防控疫情的这个相关的研究也受到国内外的高度关注，特别是这些研究在国外进行了传播，引发了全球对中药抗击疫情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关注啊，进而也推动了莲花清瘟一个国际注册。现在我们已经在14个国家是获得了药品注册的批准，当然现在也正在40个国家来同步开展着这个药品的注册。我们多次参加了中医和中法的这个抗疫交流会，我们国家的外交部紧急采购了70万盒的莲花清瘟，用于海外留学生的疫情防控，啊，也去对国外也做了药物的这个捐赠。所以它现在已经是一个中药治疗呼吸系统传染性疾病的一个代表性的药物，先后20多次列入了相关指南和共识的推荐用药。这是络脉的这种空间概念，由这个空间概念我们把它应用到外感温热病的这种防治当中，这有莲花清瘟，包括还有后续的莲花清咳的这个药物的这种研发上市，这应当也证实了，从这一个角度也佐证了我们络病理论的或者络脉的这种空间位置的临床的指导价值。当然在三维立体网络系统还有一个络脉的时间概念，就是气血运行的时速和长度。这个古人应当说在这个相关的这种记载当中也对气行的速度和脉行的这种速度，就血行的速度也做了这种具体的观察，但是这些数据怎么得出来的我们大概无从考证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大概做了一下这些数据的进一步的这种解析，可以看到气行的这种速度和比现代医学神经的这种传导速度要慢，但是脉行的这个速度和微循环的这个传播速度大概比它也稍快，是吧？但是总的来说气行大于血行，是吧？所以说这就是络脉在这个气血运行的时速和长度上应当说有它自身的独特的规律，是吧？然后从络脉时空的特异性，它的空间特点，支横别出，逐层细分，络体细窄，网状分布，络分阴阳，循行表里，时速特点，气血循环，面性弥散，末端连通，经血互换，双向流动，功能调节。从这个差异性上来切入，来研究络病发生发展和辩证治疗的特殊性。络脉的这个生理功能，大的称之为经脉，是运行气血的，但是气血在经脉当中运行，但具体的功能实现是在络脉当中，所以经脉一方面是精气环流系统，就是经络末端的分支称之为气络，另外一个是血脉末端的分支称之为脉络，气络发挥温煦充养、防御卫护、信息传导、调节控制作用。脉络发挥肾贯濡养、供血供气、经血互换、营养代谢作用，这和现代我们对血液循环的这种认识是一样的，在大的这种血管当中它只是一个通道的作用，但是真正的这种组织在组织层面上才发生这种营养物质的这种代谢吸收，
所以，但是这个也不违背。虽然末端分成了气络和血络，但是总体上也仍然体现出中医所说的气主、气主虚之、血主乳之、气血相关的这个理论特色。进而来提出了络病的病机特点和症候类型。病机特点抑制抑郁，这个是跟络体细窄、气血环流缓慢相适应的。易入难出，我们讲叶天士为什么说久病入络呀，是吧？就说明疾病发展到络病这个阶段，往往代表着病程进展，是吧？相对来说都是到了一个比较难以治疗的一个阶段。另外一个就是易积成型，啊，所以一些这个体表可以触及到的一些肿块，是吧？增生性的一些疾病，也可以用络病这个角度来进行辨证论治，啊，提出络病的症候类型，有络气的瘀滞、虚滞，络脉的瘀阻、触及瘀塞，啊，还有热毒滞络、络息成积、络脉损伤和络虚不容。总结了络病的临床表现，有疼痛、痹症、麻木、萎废、瘫痪，还有蒸积，另外青筋出血，这是针对体表的这种血管的，萎废瘫痪这是和神经相关的，还有水肿，斑疹重点是在外感温热病当中，经常会看到的。创立了络病的辨证论治的方法。另外络脉是中医本身也是一个微观学的一个概念，所以在络病的这个体系构建过程当中，一方面要把宏观的中医望闻问切偏重于定性的这些辨证论治的方法，同时结合着微观的理化检查指标定量的这些方法能够有机结合，进而能够实现中医从一个偏重于宏观定性向微观定量这个领域有一个延伸，确立了络与通为应的治疗原则。络脉的功能是运行气血，表现出络体细窄、气血行缓的时空特点。在发病特点上有久病入络、久痛入络，还有久瘀入络，体现出抑制瘀瘀、易入难出、易积成型的病机特点，但是它的病理实质是不同，所以中医有紧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气，所以基于这个提出来络与通为用，这是作为络病总的治疗原则。整理了传统的通络药物有辛味通络，叶天士所说的络与心为泻，虫类通络，张仲景大黄蛰虫丸、鳖甲尖丸当中用虫类药通络的经验，但还有藤类通络，这是从取类比象的角度还有络虚通补但是它的分类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统一按照功能分成了流气昌络、化瘀通络、散结通络、祛痰通络、祛风通络、解毒通络和荣养络脉这七类通络药物。建立了络病的辨证论治的方法，包括络病症候的辨证论治、症候特征治法还有方药另外又跟脏腑结合在一起，建立了脏腑络病的辨证论治。所以络病症治开辟了不同于血瘀症的新的研究领域。那我们讲现在提出来络病和血瘀症是在内涵和外延上有重叠又各自独立的两个不同的病机概念。血瘀症有心病血瘀和久病血瘀，从它的发病原因上，久病血瘀和络病的络脉瘀阻两者之间病机上是有重叠的。但是络病其他的病机络气瘀滞、络脉触及、络脉瘀塞等等，这些显然不是血瘀症的范畴，特别是络脉触及
啊，就是说我们说是现在所说的冠脉痉挛，有些人平时没有典型的血瘀症的临床表现，但是也可以出现典型的这种心绞痛的这种症状，啊，从治法药物上，血瘀症有和血、活血和化瘀，是吧？化瘀和化瘀通络类药两者之间是有重叠的，但是在流气昌络、祛痰通络、祛风通络、散结通络，啊，包括荣养络脉这些药物上，应当说不属于活血化瘀药的这种范畴。但另外一个，为什么说这个络病和血瘀症不一样？我们讲的血瘀症在《内经》当中已经提出来的流血、恶血、胚血，是吧？这些不同的这种淤血的表现。然后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当中已经设立了淤血症治的专篇，所以在《内经》秦汉时期，应当这个血瘀症已经是相对的系统完整了。但是为什么到了清代叶天士还要明确提出辨阅医药未尝说及络病啊，是吧？叶天士应当这个内经和伤寒杂病论不会没有看过啊，所以从叶天士的这句话上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啊，这个络病症治和血瘀症两者之间应当说是不同的这个研究领域。这是络病症治建立起来之后，啊，然后他进入了第二个这个阶段，就是围绕着脉络学说的这种构建，结合着血管病变的这个防治，啊，当然在脉络学说构建过程当中，我们这是由威灵院士作为首席科学家，有两个国家913计划的组织和实施。在这个973计划组织实施过程当中，我们是建立了以中医为主体、多学科交叉、高层次的专家团队，啊，吸引了国内的知名的这个西医专家参与到这个脉络学说的这个构建和通络药物的这个研究当中。现在这种血管病变还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啊，当然西医学在解决这种大血管病变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比方说我们的介入治疗对于降低心梗病人的这个在院死亡率，应当说是发挥了很重要的这个作用。但是医学发展到现在，啊，我们可以看到制约这类重大疾病临床疗效难以提高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难题，就是聚焦在微血管上。以前我们这个研究手段的这种局限，对微血管这块认识相对不足，啊，但是现在虽然我们这种冠脉造影等等这些研究手段经常现在普遍应用到临床上，我们发现我们可见的大概这个血管只占到整个微循环的 5%，还有 95% 是我们通过现在的研究手段是观察不到的，是吧？而这 95% 恰恰影响到心脑血管病，是吧？包括糖尿病、微血管的并发症，这些疾病的临床走向，还有病人的最终的预后结局，啊，所以 microcirculation 这微循环杂质明确提出来，心血管病的本质是微循环障碍，是形成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原因和加重因素。以前我们说临床诊断还有个 X 综合征，找不到什么原因，啊，但是病人表现出典型的心绞痛的症状，所以就把它叫 X 吧，未知数。但是现在 X 综合征当中，绝大部分就是微循环障碍引起来的。而我们现在针对微血管和微循环恰恰缺乏有效的这种治疗药，急性心梗之后我们介入开通大血管，啊，但是由于这种微血管结构和功能完整性破坏，缺血再灌注损伤，导致微循环障碍，不能够实现心肌有效再灌注，到目前还没有国际公认的
治疗方法和药物，啊，认为这是 ST 上抬高急性心梗治疗的一个难题，啊，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就会导致心梗之后的心律失常，包括心衰发生率明显提高，啊，在脑血管病当中又存在血脑屏障的问题，啊，而糖尿病肾病又是一个典型的微血管的并发症，啊，所以未来的这种血管病变研究当中肯定会聚焦到微血管，寻找针对微血管有效的这种治疗方法和药物。当然在脉络学说构建过程当中，我们把从秦汉啊相关的这种文献都做了一个系统的梳理，是吧？我们可以看到在内经当时提出来的是经脉系统，啊，并且对于经脉系统给予了一个很高的一个地位，绝生死出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是吧？而这个经脉又分成了运行经气的经络和运行血液的血脉和脉络，所以到末端的分支分别有气之细络和血之细络，这是清代周学海读于随笔当中明确提出来的两个概念，啊，但是在中医学术发展过程当中，啊，把经脉其中的一个分支精气等同成了完整的经脉理论，所以现在我们一些中医的工具书包括中医教材当中也认为经络就是经脉，经脉就是经络，是吧？两者之间应当说有一个概念上的一个混淆，啊，但是我们可以看看，啊，在秦汉这个经典著作当中是怎么来认识这个经脉和经络概念的。汉书艺文志提出来，医经者原人经脉血脉经络阴阳表骨髓阴阳表里，医其百病之本死生之分，啊，把经脉和血脉经络和血脉是并列而言的，经归要略解释疾病发病的三个途径，一个是经络受血，从经络这个角度，第二个是四十九窍血脉相传，是吧？血脉和经络两者之间也是并列的，啊，所以这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对这个经脉和经络的这种认识，啊，应当说两者之间有联系，但是更多的是两个独立的这个概念，啊，所以提出并且构建这个脉络学说，一方面是适应了这个血管病变防治的一个重大的社会需求，另外一方面也还原了内经经脉概念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原貌，啊，所以这个脉络学说和经络学说两者之间有同等重要的这个学术地位，啊，当然在脉络学说这个构建过程当中又是对中医血脉理论的这个传承，是吧？早期甲骨文当中这个脉字实际上取类比像这个河流的概念，这是早期血流概念形成的时期一个特点，把内经明确提出血脉的概念，初步形成了心肺血脉循环系统，是吧？脉为血液运行的通道，就是在内经在经络系统经脉系统形成过程当中，由帛书经脉哦，内经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讲的从相关的这个论述上应当说有一个概经脉概念的一个渐行分离的这个趋向，把脉象运行血液的这种通道的这种概念开始转移，同时内经又把脉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脏器称之为七孔之府，是吧？心主身之血脉，肺朝百脉，是吧？也是在内经当中明确提出来的，这些都是和血液循行是相关的，啊，然后《伤寒杂病论》明确提出了脉络的概念，啊，并且它是从血脉来解释发病，并且设立脉络病变的专论，创立了通络治疗的方药，啊，这是《内经》的这种血脉理论，是吧？从生理上，这是中医理论体系构建的核心，脏腑经脉气血。病理来解释疾病发展演变的基础，经络决绝脉道不通，诊断脉诊切脉也是切的我们人体现在所说的动脉搏动部位，四诊的主要内容，啊，也初步论述了一些脉络病变的这个症状和治疗，啊，伤寒杂病论首次提出脉络概念，但是
这里的这个脉络概念实际上是一个脉象的一个描述，沉泽脉络虚是在水气病篇提出来的，啊，第二是经脉经络和血脉来并列阐述它的发病规律，啊，第三是设立了脉络病变的专论，创立了通络治疗的方药，啊，我们可以看到在古代文献当中关于血脉的结构和功能，一个是心肺相连，动静脉有别，啊，第三就是它的结构特点有逐层细分的这种网状分布，它的功能运行血液肾灌濡养营养代谢还有经血互换，啊，但这个脉络学说这个脉的概念的形成，啊，有三个要素，首先是解剖，林书精髓明确提出了解剖的概念，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所用的这个解剖这个词儿，最早是从中医这里借用过来的，啊，八尺之事譬如在此，一个外科度量切群而得知，其此可解剖而视之，血之轻薄，脉之长短，皆有大数，啊，所以在脉这个概念，包括中医其他概念形成过程当中，解剖学这个助力和推动作用是不可回避的，是吧？我们也做了一个文献的对比研究，在宋代之前，中医在解剖学上的这个发展成就远远领先于同时代的西方医学，但是分水岭就是在大概在一个是宋，对应的就是西方的文艺复兴，啊，宋代之后这种儒学思想更多的引入到中医学当中，啊，我们好多这个大家都是往往都是坐而论道，啊，缺乏了医学的解剖实证、解剖求证的精神，啊，而西方医学这个文艺复兴是解除了宗教的束缚和枷锁，啊，解剖学开始大量的在临床应用当中，应该说奠定了西医学研究的这种基础，啊，但是毕竟那当时那个解剖还是比较粗浅的，所以面对的日益复杂的这个临床实践，啊，应当我们的祖先呀很聪明地介入了古代哲学的工具气阴阳五行引入到中医理论体系构建过程当中，是吧？进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吧？解决了在当时解剖学我们不能够满足临床实践，是吧？这样一个中医理论体系构建的一个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刚才我们说的基于解剖形态学上中医的脉络和血管具有同一性的这个特点，啊，虽然在内经当时所有的这种概念都缺乏一个明确的内涵和外延，但是我们可能还找不到比古人描述的，啊，这个血管更像古人所描述的这种血脉的这个概念。所以脉络学说的主要的研究领域，应该中医的这种脉络病变包括了中风，现在的脑血管病，胸痹心痛真心痛，这是冠心病，啊，心悸心律失常，心肌心水心衰，啊，还有肾消糖尿病肾病，当然还有心痹风心病脱珠，啊，这个周围血管病，这涵盖了心脑和糖尿病肾病这些重大疾病在里面，提出了脉络学说的核心营卫，传统上的营卫在六经辩证当中，啊，包括叶天士的胃气营血辩证当中，这是重点来用于外感温热病的传变规律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经典著作当中、文献当中，对营卫和血脉的生理、病理、传变和治法也做了精辟的论述。所以，这营卫应当也是脉络学说的这种核心。以营卫理论来指导系统揭示了血管病变的发生发展及治疗规律，啊，然后总结了《伤寒杂病论》当中调营卫气血治疗血管病变的用药规律，应当说是很明显的。而我们用研发上市的通心络、参葱养心和气力强心都符合这个调营卫气血治疗血管病变的用药规律。我们再分别来举一下这个例子，这个脉络学说来指导冠心病，
啊，基于冠心病提出一个络脐虚滞、脉络瘀阻和脉络触及等脉络瘀塞这个共性的这种发病规律，啊，所以提出这个搜气疏通的组方用药规律，疏畅络气，既要用人参这些补气通络药、络虚通补药，也用降香这一类的辛香流气药，啊，针对脉络瘀阻、气出络瘀、水蛭、土圆这些虫类的化瘀通络药，它的作用比丹参、赤芍这些草木类的药物要好。针对脉络触及，搜风解痉、全穴蜈蚣缠腿这些搜风通络药，啊，所以这样一个搜气疏通的组方用药规律，我们可以看到它在整个血管病变当中是发挥一个全程的一个保护作用，啊，所以针对它针对的是不管是心脑还是外周，只要是动脉硬化，这是作为病理基础的这些血管病变，都可以用这个组方用药规律来进行治疗。啊，我们可以具体的实验这里不展开说了，可以抑制斑块内的微血管的滋生，调节斑块成分，稳定易损斑块。这是做的一个循证医学临床研究，针对颈动脉斑块的患者用通心络，啊，大概应用2年，可以明显的稳定颈部的这个易损斑块，减少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率。另外针对心梗之后的无载瘤，这主要是一个微血管的问题，啊，我们可以看到通心络可以明显保护缺血心肌的微血管，进而降低这个无载瘤的这个面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中间这个蓝色的这行图片，蓝色当中发黑的这个区域，这是模型组，这是无载瘤的面积，这是用通心络之后可以看到这个无载瘤这个面积几乎没有了，这是用通心络的阻断剂把通心络的作用抵消之后，无载瘤的面积就恢复了，这个是证据是很充分的，啊，然后进而又做了一个临床的，啊，急性心梗放了支架常规西药，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加上通心络和它的安慰剂做对照，可以发现通心络明显的改善心肌的血流灌注，缩小心肌梗死的面积，进而改善心功能，啊，应当说这个解决这个目前的国际心血管的难题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啊，进而在脑血管病当中可以发现它可以保护脑缺血区的微血管，保护血脑屏障，啊，进而缩小脑梗死的体积，改善神经功能。这也有一个2000多例的通心络治疗缺血性脑卒中的一个临床研究，啊，也证实通心络可以明显提高急性脑梗的生活自理能力，改善神经功能，啊，所以通心络我们讲的在血管病变当中的三重保护，是吧？特别是在血管保护上，一个是针对内皮、斑块、痉挛，啊，都具有显著的这种改善作用，进而发挥心肌和脑组织的保护作用，啊，也列入了我们中国国内的相关的专家共识和指南。啊，这是再一个，这是冠心病，还有一个是针对心律失常。心律失常基本病机从络病这个角度来说，心两虚是发病之本，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心络不容、心神失养。所以叶天士提出来大凡络虚通补最易，所以在心律失常的治疗当中用通和补的药物相结合，但是补的药物偏温，所以又配伍黄连之类的具有清火的这种药物，所以体现一个温清补通的治疗心律失常的一个组方用药规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组方用药规律用药理学的这种研究来解释，它有多例的通道阻滞作用，同时又可以调节自主神经，促进窦房结的恢复，啊，另外还可以改善心肌缺血和心脏功能。
时间把它弄好。他做的一个循证医学的临床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它既可以治疗早搏，优于美西律，治疗阵发性房颤与心律平相当，同时还可以提高缓慢性心律失常患者的心率，所以体现出一个快慢兼治、整合调节的这个组方优势。这恰恰是复方中药在解决目前这个心律失常治疗当中，无论是这些单靶点的，就是离子通道阻滞剂，在治疗心律失常的同时，又可以导致心律失常的这种不良反应的，是吧？这一个现状吧。所以我们又把它用到一些复杂性的心律失常者，啊，食早又伴有性功能不全的，它在减少食性早搏的同时，还可以改善性功能。啊，另外窦环又伴有早搏的，啊，一些慢快综合征，啊，它减少早搏的同时，还可以提高心室率。一般现在这个西药治疗是先建议装起搏器，再用抗心律失常的西药。啊，所以这类这个心律失常目前药物治疗还是空白，这个是深层养心填补了这个药物治疗的空白。啊，深层养心也列入了西医的这个内科学教材，还有实性心律失常的中国专家共识。啊，再一个就是慢性心衰，是吧？慢性心衰我们提出来的气血水同治分焦，不管这个心衰的这种原发疾病是什么，啊，到了心室重构、心功能下降，离不开中医所说的气分、气阳虚乏、五动无力，啊，脉络瘀阻、血分、血流动力学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水分、尿少、水肿、纳水出流，所以益气温阳、活血通络、利水消肿，这是中医治疗心衰的一个基本的治法，啊，所有的这种治法和药物都离不开这个组方原则，啊，当然气力强心也是体现了这个气血水同治分焦的组方原则，啊，当然在药效研究当中，它有强心利尿、扩血管的作用，同时还有类似 ACEI 和白特受体阻滞剂一样的这个改善心室重构的作用，所以体现的是标本兼治，既能改善症状，同时又能抑制心室重构，改善心衰发生的病理学基础。所以我们这组织开展了一个治疗慢性心衰的一个循证研究，就是在西医国际标准化治疗基础之上，加上气力强心，可以进一步再把这个临床疗效提高接近20%。这篇研究是发在了国际顶尖的循环类期刊 JECC 上，编辑部评论认为让衰竭的心脏更加强劲，中国传统医学给我们的启示。啊，列入 JECC 的年度的学术亮点。并且推动它进入了中国的心衰和扩张性心肌病的诊断和治疗指南。相关的通络药物所做的研究在国际这个权威杂志都做了述评，也引起了国际心血管界的一个高度的评价和关注。啊，我们这个在这两个973当中是取得了中药治疗微血管病变的重大突破，啊，结合着脉络学说的构建，获得了2019年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啊，但这几年也促进了络病学学科的建设，啊，包括建立了重点实验室、临床重点专科。啊，重点学科，啊，在全国也发展了这个络病学会，啊，这包括也在海外，在北美、加拿大，啊，还有欧洲也建立了络病的这个学术研究组织，啊，推动了络病学学科的发展。好，今天这个幻灯片切换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导致不是太流畅，啊，所以也非常抱歉。我的这个汇报交流就到此结束。接下来我先围绕那个已经收集上来的问题，先简单做一个回答和交流吧。
这里关于络病和血症的关系，刚才我在这个讲课当中也大概也提到了，专门有一张幻灯片是来解释这个问题的。我们可以看到络病和血症它确实是有重叠，但是更多的两者之间是个不同的这个病机概念。我说在血管病变当中打一个简单的一个比喻吧，实际上就是血液和血管的问题。血管这个病变当中有血液的问题，但是更多的是血管本身的问题。包括在这种冠心病发病过程当中，我们讲的如果没有血管内皮的首先的破坏损伤，就不会后续的动脉硬化，是吧？而没有这种易损斑块的破裂，就不会形成一个急性血栓形成，所以我们讲的唇和齿啊，唇齿相依，唇齿相连，但是唇是唇，齿是齿，是吧？两者之间它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在血管病变治疗上，一方面目前西医的这种治疗是重点是针对的血液去的，降脂包括抗血小板这类药物治疗，但是针对血管的，保护内皮稳定易损斑块的这种直接的这种药物是没有。我们通清络所做的这些研究，包括稳定内皮稳定与保护内皮稳定易损斑块，特别是保护这个微血管所做的这些研究，跟美国的一些心血管的专家也做了一些沟通和交流。他听了之后，他明确说了一句话，你这个通心络就是一个典型的血管保护剂，而现在国际上还没有这样的药物，是吧？所以这就是一个络病理论指导组方的这种药物，是吧？它在这个临床治疗当中它所发挥的一些不同的作用。关于这个络病和新冠肺炎的关系，就刚才我说的，我们久病入络，一方面是指的心脑血管病、肿瘤、糖尿病这些重大的慢病，但是还有一类疾病就是传染性和感染性疾病，特别是在呼吸系统的传染性和感染性疾病当中，也存在一个由气到血、由暂到久、由轻入络的这么一个传变过程，这就我们所说的心病入络的这个课题。而这类疾病中医把它称之为外感温热病，包括 SARS 包括甲流还有我们现在的这种新冠都是属于这类疾病的范畴。它是从外到内侵袭人体，是遵循由阳络经脉再到阴络，特别是到肺络的这么一个，既有抗 SARS 病毒治疗甲流，同时又可以在治疗新冠上表现出很好的疗效，也是体现了它是这个心病入络这个理论指导组方它的作用。莲花清瘟胶囊对新冠病人治疗的这个确切疗效刚才那张片子当中我讲到了，我们还是从症状这个角度来切入先不考虑它到底是抗病毒啊还是其他的这种作用机制，咱们对病人整体上是要求这个症状缓解，是吧？临床痊愈可以看到，首先在症状的这种缓解上，发热、乏力、咳嗽，这个大概在所有的新冠肺炎患者当中大概 90% 以上都会出现这三个症状，对这三个主要症状的这种消失率家用莲花清瘟之后有明显的提高。另外症状的这种持续时间缩短大概用莲花清瘟的这个到7天这些症状就可以缓解，而常规治疗组大概平均下来是10天，提前了3天另外一个就是改善肺部的这种影像学，肺部的炎症表现上家用莲花清瘟也发挥了一个很好的作用，最终表现出来这两种症状缓解、肺部的炎症吸收消失这个就是一个临床治愈因为我们只观察了14天嘛，另外观察的是轻型和普通型的
如果是重型的话，那就涉及到死亡率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针对轻型和普通型这个治疗期间是没有发生转重症，就是转到 ICU 去进行观察治疗的啊。所以这也就表现出这个莲花清瘟对轻型普通型的这种新冠肺炎患者它的临床作用，还有它的临床应用的价值。第四个问题就是关于莲花清瘟当中含有麻黄的问题，因为含有麻黄的这个药物根据美国现行的这种法规只能是作为药品进入美国市场，不能作为膳食补充剂啊。我们现在也在美国来开展莲花清瘟治疗流感的一个适应症的一个注册的临床研究啊。现在这个二期临床研究病例收集已经完成了，现在正在进行数据的这个统计分析啊，但是又为了解决一部分患者是吧，可能还是需要用莲花清瘟类方来治疗防护新冠肺炎，所以我们推出了一个莲花清瘟 Plus， 就是用其他的这种祛风解表药代替方中的麻黄，这样的话现在是作为膳食补充剂可以在美国市场进行销售的，但是它主要的药效作用临床疗效应当说和莲花清瘟基本是相当的。所以在莲花清瘟正式作为药品获批之前可以用这个膳食补充剂作为一个补充和替代应用。新冠肺炎的这个后遗症的问题，我们现在看到，但现在这个后遗症这个概念怎么去理解它？一方面在这个新冠肺炎患者这个恢复期和一般的这种热病的恢复期的临床表现是一样的，普遍的会存在有乏力、纳差、食欲不佳、精神倦怠啊。对这类的话可以用一些中医所说的益气养阴的一些辅方进行调理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新冠肺炎它的这种病理解剖表现出来的和其他的这种这个呼吸道病毒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小气道的这种粘性分泌物特别多，所以在早期这些粘性分泌物把一些小气道堵塞之后用呼吸机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反而会加重病情啊。这也是一些轻型在早期有很多这样的报道，有些患者可能临床已经几乎痊愈了是吧，这两天就可以出院了，但是突然之间出现一个血氧饱和度的下降是吧，呼吸衰竭，最后导致加重或者是死亡，这实际上还是一个小气道的这种粘性分泌物没有得到一个根本的一个解决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药物就是莲花清咳啊，莲花清咳它主要的这个功效是体现在化痰止咳上啊，所以用这个莲花清咳一方面可以抑制这种气道炎症，抑制气道的粘性分泌物啊，促进这些粘性分泌物的排出啊，进而在缓解咳嗽咳痰这些症状上表现出很好的这种表现啊。所以对这类患者我们是强调这两个治法两个药物，莲花清瘟这是清瘟解毒，在早中期应用有助于抗病毒抗炎啊，减少促进康复，减少这类患者发展为重症的这个比例啊。另外一个在清瘟解毒的同时还要强调化痰止咳这些药物的这种应用啊，不管是在早中期还有在这种恢复期都可以用这些化痰止咳类的药啊。当然还有一类所谓的这种这个伴随疾病，有一些本身有心脑血管病的一些患者伴发了新冠肺炎，或者是新冠肺炎引起来的这个血管的损伤啊，导致其他的一些包括心律失常等等这些临床症状出现，就刚才我讲的通心络，这是针对血管保护内皮啊，保护血管内皮减少血管损伤有助。深松养心是生脉散为基础，益气养阴清心安神，所以针对一些这类患者到了
这个恢复期如果有这种口干、倦怠、乏力，同时又有心慌、气短，是吧？甚至有早搏，这些表现的话，可以合用神宗养心，是吧？也可以解决这类患者啊可能存在的这种心脏方面的这种并发症的问题。还有一个络病最主要的临床症状，啊，刚才在讲课当中有一张片子，啊，络病我们总结了络病，这是十个最主要的这个临床症状，啊，包括疼痛，叶天士所说的久痛如络呀，痹症有一部分也是表现为疼痛的，麻木啊，萎废、瘫痪，这是重点一些神经出现的一些损伤。增肌一些增生性的，包括恶性肿瘤，还有现在一些增生性的病变，是吧？结节，是吧？青筋出血，这是我们说在一些体表阳络的这种表现，啊，水肿，这是从我们络脉末端这种经血互换这种角度，经血互换络脉功能失常，经血互换异常会出现水肿的表现。斑疹的重点是一些感染和传染性疾病当中，啊，实际上这些临床表现也涵盖了现在我们所说的络病的主要的这个临床病理类型和临床疾病类型，啊，络脉的这个分布规律，刚才我说的一个是网状的分布，庞大繁杂，但是又体现出在空间上外部的阳络、内部的这种阴络的空间分布规律。第七个问题是现代医学的神经学与传统医学的经络穴位的这种同意，是吧？我们讲的这个，因为我本身这个经络和针灸这不是专业，啊，但是从经络的这个系统解剖上，我们可以看到它不光是和神经相关，还有肌肉，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解剖相关的。再一个，从他的这个得气表现上，酸麻重胀，这个也不单单是神经的问题，是吧？所以这个经络的这个穴位应当说是比较复杂的，是吧？一部分是体现在神经上，但是还有其他一些非神经的一些因素也参与其中，啊。但是我们讲从络病这个角度，我们有气络和脉络，是吧？从气络这个角度，它是讲气的这种调控作用。温煦充养，防御卫护，信息传导，调节控制，所以它一方面涵盖了这种神经的作用，还有内分泌，还有免疫这些功能，啊，所以在气络当中重点是探讨神经内分泌免疫类疾病这种络病政治规律。第八个是美国报道发现了经络的实质，这个中国在经络今年的研究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我觉得美国这个报道的这种真伪还有待考证，啊，按照现有的这种中美关系的这种现状，啊，让美国人啊能承认我们中医学、我们经络，是吧？发现了它的实质，我觉得。这个不太容易，啊，所以中国近年在经络研究的这种突破性进展，据我了解，目前还没有，实际上还是处于一个有进展没有突破的这么一个现状。但是我们在近年，当然刘宝元院长，这是作为世界针联的主席，啊，也带领了我们国内这些针灸学科的。这些专家们还是做了大量的这种工作，啊，包括一些针刺治疗一些临床疾病的循证医学研究，也发表在了包括JAMA等等这些国外的这种高影响因子的期刊上，啊，这样就是因为国外一直就是否定经络存在，否定针刺的效应，认为它跟安慰剂没有区别，啊，所以刘院长所做的这些工作对于我们更科学的看待经络的存在，啊，评价这种中医针刺的这种疗效，是吧？应当说起到了很大的这个作用。
第九个是络病理论和神经系统的关系，就刚才我讲的气络当中有一部分是涵盖了神经内分泌免疫啊，但气从气络和脉络这关系上，在脑血管病当中这是表现的最明显，脑血管表现出来的是脑神经的受损，但是它是表现在血管的堵塞上啊，所以它是由一个血脉然后引起的这种这个气络这个病变，但还有一些原发性的这种神经系统疾病，我们夷陵医院有一个专科叫肌萎缩专科，这也是吴院士创立的，重点是研究的包括运动神经元病啊这类遗传性的这个神经系统疾病的这个络病政治规律的，现在临床用了30多种中医制剂啊来缓解这些患者的症状，延长他的寿命，在这方面表现出来很好的效果。我们现在常年住院的患者大概有10多个啊，另外有的患者是10几年以上都在我们医院进行系统持续的中医的治疗啊，这也体现了这个络病在这些世界性的疑难病治疗当中它的指导价值和临床价值啊。第十个这个有吗？这个和上边那个是啊，第十一个是糖尿莲花清瘟在中国大陆起到很好作用，中药在美国等方面由药物管理权不同而没有在主流，真的对，是这样的。我说的中药要是走出去，现在这种情况必须要接受这个欧美主流市场关于药品法规的这种要求啊，所以我们在国内我们还要强调中医的一些中药的一些特殊性，但是在国外它就是作为你一个药品一视同仁啊。所以我们在2015年也开始在 FDA 当时申请莲花清瘟治疗流感的一个适应症，现在正在开展这个二期临床研究啊。刚才我说的这个病例已经收集完，正在进行统计分析。莲花清瘟是13味这个药物组成的真正的大复方，以前我们国内也有厂家也有品种来推动 FDA 的这种注册，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突破，还没有批准议价啊。另外以前的这些产品多是一些单位药或者是小复方，成分比较清楚，真正像这些大复方啊还是具备很大的这种难度的。但是我们在跟 FDA 沟通过程当中，我们觉得 FDA 一方面它是有法规的这种刚性的原则要求，但是它在具体执行过程当中又有很大的这种弹性空间啊，基于你研发者一个就是把一些科学问题怎么样在目前这个学科这个可及的在这种条件之下怎么样把它说清，这也增强了我们这个将来莲花清瘟在 FDA 作为药品注册下来的这种信心，我们现在也在全力以赴推动这个事情啊。但是我们说在最近这特别最近这10年我们在做973研究过程当中，围绕着复方中药这种发表国际的这种 SCI 文章我们也有一些感想，以前大家都认为复方中药发不了国际 ICI 文章，你成分说不清嘛啊，包括我们国内的一些杂志也持这样的观点，国内的一些杂志中文期刊对一些复方中药一概是拒而在外的，认为你说不清，我只登这种成分明确的这种药物研究成果啊。但是大概在2006年前后，这个通信络稳定依存 Burkert 那个基础研究文章最后是发表在美国生理学杂志心脏循环生理上，这应当是复方中药在国外主流的医学期刊发表 ICI 文章的一个突破啊。国外这些专家也没有非得强制要求说清莲花清瘟当中到底含有什么样的成分，你是什么样的成分在发挥作用，但是只要求你把指控把它的稳定性说清，保证不同批次之间
是吧？你的主要的成分基本是稳定的，这就可以了，是吧？后来陆陆续续又有大量的这种复方中药通过药物所做的研究，现在在国外，是吧？大量的 ICI 的这种期刊发表，啊，然后才有了 Nature Review Cardiology、JECC， 包括 Circulation Research， 啊，这些主流的权威的期刊到国内来约稿，啊，专门来讲述一下，就是中国国内运用中药治疗心血管疾病取得的一些进展，他们也非常关切，也想了解。啊，齐力强筋治疗这个慢性心衰这个循证还是一个期待性终点，512例就发在了 JECC 上，并且列入它的年度的学术亮点，啊，也引起了西方医学界一个很大的震惊，就是你中医中药在治疗心衰这些疾病上还有这样的疗效，啊，所以这个都是事在人为，我们中医药要走出去，一方面我们还是强调一个是理论，当然理论要先行，是吧？另外一方面还是要接受这个人家的一些标准的这种检验，是吧？这样的话才能够有助于把我们这个传统的这个中医中药用现代的这种语言把它说清，是吧？有助于它尽早实现国际化，啊，这大概这几个问题我就简单回答到这里了。非常感谢贾教授，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可能大家也有一点关心，请你再做一个简略的回答，就是那个莲花清瘟胶囊，认为对这个寒湿型的这个新冠病毒有没有效果。所以这里边这是牵扯到一个不同的这种学术观点，到底这个新冠肺炎，啊，它的主要的这种症候因素是什么。我们讲现在国内到三方三药当中是聚焦在湿上，但是我们说在这个有关的这种温病学著作当中，对于这种湿邪导致的这种传染性疾病应当说有它典型的这种症候特征的，是吧？身热不阳，午后身弱，头重身果，头重如果，是吧？另外这种中医所说湿邪趋下呀，湿邪治病往往会引起以这种消化道的这种传染性疾病为主，但是新冠肺炎现在明确首先是一个呼吸道的传染病，叶天士所说的温邪上受首先犯肺炎，啊，我们讲的在武汉当时我们做过流调，那个流调的结果这类患者发热咳嗽乏力，这是最主要的这种临床表现，但是武汉大家说可能当时气候偏寒湿潮湿，但是这个新冠病毒我们可以看到到了伊朗到了新加坡它还是这些症状。我看到一个新闻报道，伊朗卫生部部长刚得新冠肺炎在新闻发布会上不断的咳嗽呀，不断的出汗呀，啊，所以它还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呼吸道的症状，呼吸道的这种疾病，是吧？所以这种瘟疫邪毒应当说是它最主要的这种致病因素。无又可瘟疫论当中对这类疫病的这种发病因素明确提出来了，啊，天地之间别有的异气啊，而这个异气它是非风非寒非暑非湿，啊，已经对它的这种异气的致病特点它是独立于这种六淫之外的这种瘟疫邪毒的致病特点。所以我们讲我们这个在这个三方三药当中我们提出的一些观点还跟这种湿邪的这种观点还治病的观点还不太一样，像本质上它也没有逃出去中医所说的瘟疫邪毒，是吧？上受首先犯肺影响肺络的这么一个传染规律。所以为什么莲花清瘟在 SARS 当中我们这是当时制定的这个组方，而这个组方过了接近20年，在这个新冠肺炎当中同样发挥了一个很好的这种效果。实际上这类 SARS 包括甲流包括这个新冠它的这个基本的这种病机它还是一致的，虽然病毒不一样但中医的这种病机
还是基本上是一致的，没有太大的变化。非常感谢贾教授，那个难得有这个机会，最后一个问题，大家热烈，就想请问一下，莲花清瘟胶囊在预防新冠上面有这个可能性吗？嗯，我们现在预防新冠，你要说现在讲证据，我们没有，现在还没拿出来。但是我们原来在去年10月份，我们是准备启动一个莲花清瘟预防流感的一个临床的循证研究，但是正好新冠肺炎一爆发流行之后把它打乱了。但是今年我们想在近期我们正在着手在启动这个研究。当然你说中医，我们说从中医传统观点来讲的话，一些容易导致新冠肺炎的一些患者，还有一些往往是有我们讲的有内火表现的，有内热的，没有内火引不来外火，所以有内热这种表现的这些患者就容易成为，事实上是容易成为易感新冠肺炎的这种易患体质啊。而莲花清瘟现在在临床在应用过程当中，它表现出来的一个趋向是什么呀？越早用效果越好，在早期往往会出现一些刚开始轻微的不适的时候，用莲花清瘟往往吃一两次就能把症状控制下来，所以这也显示出它应当说是在预防这方面应当也有它潜在的这种应用价值。但是我们从中医这个角度是吧，我们不如果不强求非得去交证据，从中医这个角度我们结合着这个辨证论治，对一些有内热体质的是吧，容易招惹这种感冒流感这样的一些患者是吧，可以适当的做一个预防用药的一个应用和观察，毕竟它的临床的安全性还是有保障的。好，那个非常感谢贾教授在用了短短的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给我们系统呢介绍了络病理论体系的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然后的话呢并就这个经脉学说、脉络学说以及淤血和络病的这些联系和区别等等这些大家感到困惑的问题呢进行了一个非常简洁的一个阐述。也对近年来这个热门的莲花清瘟的这个研制和使用等等这些大家关心的问题给予了详尽的解答，信息量呢非常的大，对于开拓我们的思维、学习新的理念、了解你们药物研发的理法方药等等一些关键的环节以及临床运用的一些选择都有非常强的指导价值，尤其是看了您非常实事求是的客观的回答了大家的问题，所以这个显示了你一个学者的一个风范，非常敬佩。那个这一次讲座的话呢超过了我们预想的时间，已经有2个小时了，所以呢也要感谢您做了这么详尽的解释，也要感谢我们美国中医工会和那个世界中联那个络病分会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工作人员，台前幕后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为了这次讲座的话呢的成功，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次合作。好的。贾教授，谢谢您。吴会长也辛苦。很多问题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找机会再进行沟通。非常感谢。好，那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好的，再见。再见。那个另外强调一下，如果大家要学分的，请发到那个 email， 请那个 email 再发一次上来，发到那里，然后的话把你的姓名和你的执照号一定要写上去，然后他们就可以发 email 给你，发那个学分 NCCAOM 的学分，不是加州的学分。好的，谢谢大家。